大概是泰国的一个国道休息站吧。哎呀，那边是国道，今天是来泰国的第四天，大家都超没精神。因为在台湾昨天玩的大概凌晨四点才睡觉，然后隔天六点要起床，所以大家今天一早没办法拍照，他们都不想录，好吧？那我虎弟勉强帮你们录一下。好像现在当地气温应该是30几度，目前。好吧，我们就是买的东西，上个厕所，我们就要回车上。那我们下一站要去曼谷。OK， 那就等下见。哇，好像在拍完美照了。OK， 第四天中午，我们刚跑了2个小时的车程，来到了曼谷市区。吃午餐原本是12点半，然后现在才11点，然后提前了90分钟，在跟那个餐厅抢，好像是那一间的，是那一间。然后现在拍完美照，很热吗？很热哦。玩到第四天就没了。我们明天要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快啊！不然再玩5天。不行啊，都没掉啊，是不？都没掉。这是我们餐厅的，他们现在在卸那个泰国虾，满满的泰国虾。有啊。黑啊妹，黑啊土包包。哦，有点热。那我们看李白，我告诉我。这边在业配哦。这边在业配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什么？貔貅。貔貅。超小链，很漂亮哦。对。还有配。配色很漂亮。配色很漂亮的女生。我弟很会讲话。你看。OK， 我们来到了曼谷的一家美食餐厅。我们等一下要先去拜四面佛，然后再来去我最期待的镇宝庙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有去过，是不是很壮观？对啊，我这一次旅游来就是为了要去镇宝庙。真假的？啊，因为他们可以穿那个、啊。鞋你们等一下，你们有钱。没钱了他看服装，他应该是够了。看起来都好辣、哦，看起来这个就好辣、哦。主任，哎，主任没那么瘦。啊，这是主任。主任原来来泰国。想这样的